走过25年，影音使团扩展媒体宣教新境界，传承过往的经验和意向，拓建华人世界基督教文化产业。让我们一同回顾这25年，上帝如何带领我们，将福音传扬到不同角落，以感恩为祭献给我们的上帝。4月12号星期日晚上9:30，影音使团25年，下一代的故事。